全文故事，我和我的姐姐是双胞胎，我是男孩，她是女孩，只因为她比我早出来，所以她成了我的姐姐，一直照顾着我。姐姐很善良，很漂亮，而我却拥有着超雄基因，所有人都害怕我，只有姐姐疼我爱我。那天同班同学欺负姐姐，我忍不住掐晕了她，爸妈一怒之下把我送进了戒雄所。我听姐姐的话，在里面好好治病。再次见面，姐姐满身是血躺在我眼前前，而那些霸凌者却笑着说一条狗而已，死了给钱不就行。我伪装成姐姐重回学校，这一次所有欺负她的人都得死。零幺那天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死死掐住一个人的脖子，姐姐及时赶到安抚狂躁的我，这才让那个人活了下来。我差一点掐死一个人。这件事后，爸妈对我彻底失望，把我送进了戒雄所，实际就是一个精神病治疗机构。临走前，姐姐对我说，楠楠要在里面好好听话，这样以后就可以跟姐姐一起上学了。可没想到这次却是姐姐最后一次对我笑。我在戒雄所里认真学习，努力改造成一个好孩子，因为表现好，元旦那天我可以回家。我拿着在戒雄所折的9009颗星星，心中开心，想着姐姐可以许愿了，姐姐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可当我回到家，家中空无一人，只有浓浓的腥味强烈刺激着我的鼻腔。我猛地推开房间门，血泊里姐姐满身是伤痕，瞳孔瞪得大大的，躺在地上，被火烧得凌乱的头发，身躯布满一个又一个烟头印，那张温柔清冷的脸却是血肉模糊，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我僵住了，手中的星星瓶碎裂开，我一步步走过去，脑海中浮现的是姐姐一瞥一笑，我有病。可姐姐从不把我当异类，是唯一一个真正爱我的人。她总会对我讲，我要考一个好大学，赚很多很多钱，以后带楠楠去环游世界。楠楠才不是坏孩子，楠楠是姐姐最爱的弟弟。我僵硬地挪动着，姐姐的身下插着一根棍子，鲜血还源源不断涌动出来。我抱住姐姐，酸涩愤怒遍布我的神经，身体止不住发颤。我呆呆看着，喘不过气来。姐姐，你醒醒，我回来了，你不要睡好吗？姐姐被爸妈送往了医院，一夜的抢救，姐姐终于就活了下来。医生对妈妈说，你女儿的下身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未来可能需要挂着尿袋生活，你们要做好准备。妈妈一听，整个人直接晕了过去，看着重症室里插满了管子的姐姐，我死死盯着一脸无所谓的校长。爸爸站在我面前，大声冲他吼着，我女儿现在都还没醒，没有霸凌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站在旁边的校长虚伪问候了几句，他们都还是未成年孩子，开玩笑而已，你们这些人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我爸气得面色通红，滚，我要去教育局投诉你们，我要报警。校长眼神变得凶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就你那女儿，谁知道是不是在外面瞎搞，故意来我们学校的呢？我爸冲上去想打他，却被保镖一把推倒在地。校长扔了一把钱在地上，就这些，爱要不要？我扶起地上的爸爸，死死盯住那个人，喃喃自语，我要杀了他们，替你报仇，所有害你的人都得死。爸爸拉住我，孩子，你别吓唬了，你不能再出事了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，算了。妈妈昏迷不醒，爸爸一个七尺男儿跪在地上不停抽着自己巴掌，不断地说着，是爸爸没能力，是爸爸没用。我从兜里掏出一部血淋淋的手机，上面不停亮着屏，我点开一看，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我的眼睛。低贱的小母犬，
就凭你也想勾搭李姐的男人，就你这贱样，见你一次捅你一次，你们看看这猪头是不是特别可爱，下次我们不如再往他嘴里喂干水如何。原来姐姐一直都在骗我，她过得一点都不好，他们怎么敢用这惨无人道的方式对待温柔善良的姐姐。一张又一张姐姐受到欺凌的照片在那四人群里不停转发嗤笑着。我点开最新的一个视频，那是姐姐受伤前被凌辱的视频。他们按照那个李姐的旨意，把姐姐一次又一次摁在水里。这张脸我看着真恶心。那位李姐刚说完，其他人三个人拿着刀一刀刀在姐姐脸上划着。越来越兴奋，姐姐挣扎着逃走，却被他们一次次拉回来。他们居高临下望着姐姐挣扎像狗一样挣扎的样子，笑得无比快乐。李姐用力捏起姐姐的额头笑着，小母狗来望几声听听。姐姐无助落泪，求饶望着他们，沙哑着说，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错了，我们来玩拍一拍的游戏吧。一人竖着，另外两人轮流用力扇打在姐姐脸上，姐姐瞳孔泛白，嘴角歪的口水不自禁流了下来。你们看好恶心，她流口水了，快喊喊我就放过你。姐姐抱住那人的脚汪汪，可那人并没有放过姐姐，而是变本加厉，拿着那棍子不留情地往姐姐身下捅进去。一声尖叫吸引来一个大肚男主任，姐姐冲着他喊着，老师救我。林二那人则谄媚地看着李姐，接过他手中的银行卡转头离开。官官相护，学校领导都在包庇这群有钱人。我紧紧捏紧拳头，我要他们死。我不敢想姐姐是怎么一步步走回家的，小时候我差点犯下大错，他是我远房表哥，我总看到他对姐姐动手动脚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为了姐姐我装成一个正常人。我终于忍不住，趁着他离开跟在他后面，还让他不能人道。姐姐发现了我，把我拉走，他虽然没死却疯了，外人只以为他得罪了黑社会，而我爸妈姐姐却知道是我干的。爸爸拿着藤条抽得我差点没了半条命，姐姐死死护住我，爸，弟弟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打他了。最后爸爸深深叹了口气，这一次后爸妈渐渐疏远了我，甚至不允许我去上学，把我锁在家里，直到姐姐跪着求他们一天，跟他们保证一定我管好我，他们才同意我重新上学。那一刻我唯一的想法是，姐姐是最好的姐姐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她。可我终究还是没能保护她。警察来了，可他们却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也力，证据链不足，而且学校很不配合，没办法调查出真相。爸爸不甘心问着，我女儿现在这样子就什么都不管了吗？警察联系那群人的家长，他们不耐烦地骂着，钱给了，别再闹了，再闹我就送你们进法庭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权势大很了不起啊。突然顶楼传来声音，不好了，陈雅小姐要跳楼。我连滚带爬冲上去，哭着看着姐姐，姐姐不要。姐姐冲我微微一笑，不犹豫地纵身一跃。我伸手却抓不住她，姐耗尽所有，姐姐是活了，可她却成了植物人。我看着老了十几岁的爸妈缓缓道，爸妈，我要去替姐姐上学，这是她的愿望，我要他们一个个复仇代价，那些人都该死，都给我死，尤其是李牧，一个都逃不了。零三，我戴上了假发，妈妈替我化妆遮掩了我的喉结，穿上了姐姐的衣服，在镜子面前我化身成了姐姐，不是特别熟悉的人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很快我以姐姐的身份进入了雏心中学。我刚走进班里，
四人帮中其中一个短发女挡住了我，不屑笑着：小母狗恢复的挺快的呀，看来惩罚还是太轻了。臭婊子，你爸还说要告我们，就凭你们也配？我冷漠瞪了他一眼，一把撞开他，直直走向最后一排。你看着那个和垃圾桶融为一体的桌子，胶水、涂鸦、垃圾、沾了黄色液体的书，还有刻满贱人陈雅这四个字的桌面，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扎进肉里，他们怎么敢？小贱人，滋味如何啊？是不是特别爽？看来人家还是想要继续啊。看看，现在多么硬气，都不理我们了。怪我，这次我准备了两大根，肯定把他治得服服帖帖。他们宛若无人自顾自地说笑着，仿佛姐姐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件肆意玩弄的物品。我要紧后槽牙，一步步踏进最后一排。另外两个短发女蛮眼兴奋盯着我，把手伸进抽屉里，似乎在期待我会吓得屁滚尿流。我可不是姐姐，我是来夺命的阎王。我面无表情把死老鼠拽了出来，你们是在找这个？下一秒我直接把这只死老鼠扔在了李牧那里，以完美的抛物线精准落进他喝粥的碗里。一声尖锐爆鸣声响彻云霄，李牧不顾形象愤怒踹掉桌子：贱人，几日不见，长能耐了呀。其他三个人纷纷朝我扑过来，我一脚踹飞一个，他们三重重地撞在课桌上，发出痛苦的哀嚎。李牧推了一口唾沫，亲自冲上来想掐住我的脖子，我拉住他的头直接往墙上撞去，冷冷说着：不是特别喜欢撞墙吗？今天让你撞个爽。李牧挣扎着：我爸是李刚。你个贱人，你敢这样对我，不想活了吗？我只觉得聒噪，满腔杀意已经把我淹没。超雄基因生来就让我力大无穷，更是让我暴虐无比。我将他的头发用力往后扯，迫使他看向我：狗叫很爽是吗？叫啊叫啊。随手捡起地上的粉笔，一股脑地往李牧嘴里塞。好吃吗？好吃就给我多吃点。我不断往他嘴里塞着粉笔，看着李牧恐惧的眼神，满脸狂热。还不够，这点怎么够？他们让姐姐跪在地上的时候，姐姐该有多么绝望。姐姐现在在病床躺着，他们凭什么还可以在这里开心地玩弄着？都死，都给我死。我居然零下望着他，脚掌踩在他的手指上不断碾压着。李牧疼的眼泪直流，断断续续说着：你个婊子，我一巴掌直接甩在他脸上，嫌恶的道：还在乱吠。我拿着削笔刀的手轻轻划过他的脸蛋，诡异笑着：你说是先扎眼睛呢，还是扎喉咙了呢？李牧疯狂往后退，像看恶魔一样惊悚盯着我。其他三人挣扎着站起来，一个个再度朝我扑来。我躲过去，左手打飞一个，右脚踹晕一个，剩下一个被我踢进垃圾桶里。垃圾，你们也配？一群畜生就应该死。李牧吐出嘴里的粉笔，颤抖着好着救命。可惜了，现在在七点，一个人也没有。突然远处传来一个怒吼声：你们在干嘛？给我住手。大肚男主任走了过来，我低头擦着刀。人可到齐了，李牧仿佛看到了希望，连滚带爬跑到他后面，疯狂嘶吼：主任，他要杀我，他要杀我。陈雅，你给我放手，初心中学怎么会有你这个品德败坏的学生？我无所谓的把刀在他面前划来划去：老师，我只是在跟他们玩而已。大肚腩怒了：你当我是瞎了？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冷哼一声：清清楚楚，那他们欺负姐姐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一个也不来？有钱人的舔狗，真令人恶心。周围人陆陆续续来了，
大肚奶面色越来越冷，吼着我们几个都给我到办公室来。李牧像只战胜的孔雀，得意看着我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办公室门一关，大肚奶再度露出他恶心的嘴脸，甚至还大义凛然地讲，不想被退学的话过来让我老师摸一摸，让我舒服了我就护你。猥琐的眼神让我突然感受起姐姐面临的痛楚，我手里的刀捏得更紧了，直接一脚踹在大肚腩的肚子上，畜生也配叫。卡点李牧笑着，老师，人家看样子很不情愿啊，不如我们替你教训教训他。大肚腩老师怒斥，都给我拉住这个婊子，一个成年人领着一群小畜生欺负姐姐，姐姐怎么斗得过？既然法律无法维护正义，那我就教他们重新做人。他们还没碰到我，就再次被我一脚踹在地上，鼻子流血，他们再度尖叫。我挥拳直冲大肚腩的天灵盖，他的脸直接歪了一半。还不够，我直接把刀扎进他的手臂里，用力一脚，你也配当老师？你个畜生，你祸害了多少同学？你说我姐姐那些受害者都还只是孩子。我握刀的手愈发用力，他抽搐着发出痛苦挣扎声，姐姐受的你们要加倍奉还。这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这就受不了了，还有更好玩的没教你们呢。林武，我薅起桌上的烟灰缸直直干在大肚腩头上，在他恐惧的眼神下，我一把拽下他的头发，露出红色的头皮，大肚腩直接吓尿了。突然缩在角落里的李牧怒吼一声，拽着椅子朝我扔来，我嘴唇一勾，把跪在地上的大肚腩拉到我面前，邦的一声，椅子在大肚腩头上开花。我扯着血肉模糊的大肚腩主任，把他的头对准水泥板奋力一砸，下一秒我扯住李牧的头发，挥刀插在他的手臂上。李牧在地上不断翻滚，痛苦嘶吼着，我冷漠看着，转身看到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其他三个小跟班，居高临下看着他们，今天能活的只有一个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他们三互相对视着，随即互相开始咒骂，什么姐妹深情，瞬间变成你死我活，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这样子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说什么。四个人像泼妇一样互相扯烂对方的头发，像牲畜一样啃咬着对方，鲜血弥漫着整个办公室。你别忘了是谁护着你的，你个小贱蹄子敢打我。李牧怒斥着短发女，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，短发女也疯了，她拿起玻璃片直直插在李牧眼睛里，你们死了我就能活了。她紧握玻璃片，刺退了剩余其他人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拉着我的裤腿，狗一样舔着我的脚，我做了，放过我，放过我。我不说话，直接拿椅子砸在他身上，他死死盯着我。你，我磨着我的刀对准他的脸刺下去，疼吗？疼吗？我自顾自说着，手中的动作更加重，爽吗？李牧趴在地上痛苦捂着脸，我一把拽他回来，往旁边的办公桌砸去，晕了。我再度拿了一盆水把他浇醒，李牧死死盯着我，你不是陈雅，你究竟是谁？我随手拿起玻璃片冷冷道，还有力气问，看来我还是手软了。我是谁？夺命的恶魔啊。我麻利将玻璃片插进他的脚底，啊，听着李牧的惨叫声，我越发兴奋。一个又一个，他不断尖叫，他求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放过他？你们就是一群畜生，就应该死。李牧爬着拉住我的手，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你的视频就将会在全世界播放。他喊着血哈哈大笑起来，要死我们一起死。我没等他说完，
直接把他我整个人拽起来往洗手台拖去。噜噜噜，我压住他的头在水里，看他手脚不断挣扎着，我拔起他的头，怎么样，很刺激是不是？我瞥见大肚腩醒来，正拿着手机准备靠人找救援，滚过来。他屁颠颠爬过来，颤抖说着，姑奶奶，我错了错了。我把李牧的头摆在他面前，微笑着，不是想尿吗？对准他尿啊。李牧依旧不甘心说着，我会杀了你，杀我，你还不够格。大肚腩顶顶站在李牧面前，腿发抖。李牧惊恐看着他，你敢？我擦着血的刀愈发不耐烦，老师还不动。大肚腩直接把黄色液体喂进了李牧嘴里，李牧在地上扣着嘴巴不断呕吐着，我要让我爸爸杀了你们，我嫌弃他太聒噪。把他好姐妹的脚直接塞在他嘴里，闭嘴，死人还说什么话呢。大肚腩朝我递过来一个手机，姑奶奶你看，这是他们拍你的视频，我现在全都交给你，你放过我。我看着视频里的姐姐，衣服被他们一件件扯掉，他们致使着其他人一个个用尽恶心的姿势摆弄着姐姐。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一脚踹飞大肚腩。知道怎么说吗？这时候门突然开了，校长看着眼前这个场景，怒斥陈雅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我似笑非笑看着校长，校长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在跟我的好姐妹和主任玩呢。校长急急忙忙拉起李牧，李牧看到救星一样抱住校长，校长，他要杀了我。校长盯着我质问大肚腩，你来说。我的刀就插在大肚腩的背后，冷冷跟他说着，主任啊，我这手抖啊，还有你的那些丑事我可是有视频呢。大肚腩跟校长说着，校长，是李牧同学他摔倒流血了，没什么事。李牧怒了，你瞎说，校长，你问其他人，其他人早就被他打晕在角落了。其中一个突然醒来，被我一瞪，转头指着李牧，校长，李牧要杀我们。我从身后拿椅子一把把李牧砸晕，把兜里的照片一把甩在校长脸上，天真无邪说着，校长，你说我要不要把这些给警察叔叔呢？他们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就得被枪击毙啊？那些照片专门跟踪他好几天才拍到的，收礼。强暴、猥亵、隐瞒、出轨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够这个傻逼校长受了，都是因为他的刻意隐瞒，那些霸凌者才愈发无所畏惧，我姐姐才会被打成那样，都该死。你哪来的照片？校长惊恐望着我，你猜？没事，我就回去上课了。我笑意满满看着校长，内心却是滔天杀意，受不了。我的刀直接擦着校长的脸过去，不好意思，校长，手抖。校长气得面色涨红，却不敢对我怎么样。我回到医院里，爸爸脸色大变看着我，楠楠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着爸爸，爸爸，没事，我只是教训了下欺负姐姐的那群人。爸，你放心，很快很快他们就要遭报应了。爸爸拿着酒精擦拭着我的伤口，不断抽着自己嘴巴，是爸爸没用，没能护住你们，是我的错。我张了张嘴，爸，那些人一个都逃不掉。第二天，学校所有人人手一份李牧的裸体照片，林六泽小小年纪就去当妓了，首富女儿又怎么样？活该，天天在学校里霸凌别人。他呀，看不得那些长得好看的，好几个都被他毁容退学了呢。陈雅最惨，我听着他们讨论着，想象着当时姐姐也被造黄谣的痛苦。他在日记本写着，他们撕破我的衣服，任凭我怎么求饶，
他们还是让那些人一遍遍撞击着我的身体。我好痛，真的好痛，明明是他们的污蔑我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骂我？如果我没有这张脸，我是不是不会再被欺负，被他们说？我好想告诉姐姐，一切都是他们的错。我愤怒捶墙，恨透自己当时没有在他身边。突然，人群中突然激动起来，包得像个粽子一样的李牧发了疯一样夺走美人手中的照片，撕裂成碎片撒在空中。别看，给我滚，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陈雅在污蔑我。他眼神赤红望着我，仿佛要把我吞掉。突然，他怀里掏出一把刀，直直冲我砍来。陈雅，我要你死。我直直地握住刀尖，夺过他手里的刀，反手插在他的手上，白色的纱布瞬间被鲜血浸透，他面色扭曲，痛苦挣扎着。我松开刀，一把将他像垃圾一样扔在地上。我冷冷一笑，双手不停地磨刀霍霍，怎么，昨天的事都忘了吗？不等他回，我悠悠道，看来还是我太仁慈了。李牧趴在地上依旧狂言，我爸要来了，你死定了，我带了那么多人来，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教室。他转头对着其他女生怒吼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打死陈雅。那些女生一个个紧张呆在原地。我不经意说了一句，正义永远不会迟到，你们可要好好选择。姐姐说过，并不是所有人的人都是坏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。其中一个突然开口，手里的书砸在地上，愤怒看着李牧，我不会再被你欺负了，我不要听你的。他转头离开，给我一个感谢的微笑。李牧怒斥着他，毕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就不怕我报复你吗？那个人笑着，我会报警。其他人纷纷效仿他，对着李牧一阵拳打脚踢，转头潇洒离开。李牧在地上哀嚎着，不甘心，蠢货，以为你爸今天来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吗？你未必想得太简单了。我把刀架在李牧的脖子上，昨天放了你不过是不想你死得太轻松。李牧瞳孔骤缩，你想干什么？让你亲身经历一遍所有的痛苦。我打开手机，他的照片已经传遍了整个校园。李牧奋力想拍掉手机，我一把将他摁在地上，看着，这就是你。李牧真恶心，他怎么不去死？活该，谁叫他仗着自己家有钱天天欺负人。我一字一句向他读着每一条留言，看着他发白的眼神，我只觉得还不够，这就受不了，还有更有趣的呢。我直接拿石头砸晕了他，沿着学校后面的小树林拖着他来到了一个厂房。我把他绑在椅子上，用水把他泼醒。林七，他眼神满是恐惧，你个魔鬼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手中的皮鞭缓缓从盐水中捞出来，尖扎砰，哪一种更好呢？我一步步走近他，他不断怒吼，别过来，等我爸来了你就死定了。我把地上的死蟑螂一把塞进他嘴里，死死让他吞进去。你以为你爸回来救你吗？我转身按了按钮，高清视频在他面前播放着。我当着他的面拨通了电话，响了几秒，对面发来迫切的声音，木木你在哪里？李牧瞬间抓住的希望，爸，快来救我，他要杀我。木木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捂住他的嘴巴，对着电话说，李首富，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你的女儿，一个是你的亿万家产。我现在立刻报警，你一定死定了。面对他的猥亵，我嘲讽一笑，不如你先看看你电脑的邮件。他面色一惊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警方知道了，死刑肯定是逃不了的吧？杀人、赌博、拐卖幼童，勾结学校，所以你救你女儿呢？还是透过屏幕
他整个人瘫在地上。他不是我女儿，随你便。把那些人全部给也叫到你家，记住，不要惊动警察。我看着李牧震撼的眼神，挂断电话，一杯油就被我浇在他的腿上。你爸也不是很爱你吗？李牧痛苦发出挣扎。你不是陈雅，你是……我抬手一边，死。不过是最简单的惩罚手段。他突然醒悟过来，整个人变得更惶恐。你是陈雅那个弟弟陈楠楠。看着他惊悚的表情，那个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弟弟，突然他开始哈哈大笑。陈雅就是个贱女人，活该。我欺负她是赏赐，你不知道当时我一棍子捅穿她的时候我多么爽。她哭着求我放过她，可怎么能呢？我被她的话刺激到，拿着电棍直直击中她的腹部。你死，你给我死。她痛得直接晕了过去。我疯狂盯着她，你也配提姐姐的名字，你该死，所有人都该死。你必须给我姐姐道歉，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把她倒吊在天花板上，下面是熊熊大火烘烤着她。我一把水再度泼醒她，你个疯子，你是个疯子。她对着我吼着，你是怎么虐待我姐姐的，你们不配做人。我一边边继续抽打着他，像个疯子一样自顾自说着，陈雅就是个贱人，小小年纪长得那么一张狐狸精的脸，就是来勾搭人的。我很无聊，只能找他出气。我每天都把他关在小黑屋里，让人往房子里放蟑螂、老鼠、蛇还有狗，最喜欢看他跪在我面前像畜生一样叫我主人，求我放过他。他不是喜欢勾搭男人吗？听着他癫狂的话，我再也受不住，拿着烙铁狠狠烫着他的肉。你怎么敢？他笑着看着我，谁知道你没有证据，我是未成年，法律奈何不了我。我开始大笑，如果可以我想亲手杀了你，可是姐姐会不开心的。淋巴他不允许我杀人。没证据？你忘了还有直播这种东西吗？他脸色大变。我把他身后的屏幕打开，是一个语音直播，上面疯狂刷着屏幕，都是在骂李牧不是人是畜生，在可怜我姐姐。你故意的，你故意诱导我说出这些话的。我冷冷看着，网络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事，你会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。对了，别以为你是成年人你就有能力逃脱法律制裁，因为昨天过了你就已经满16周岁了。他不断挣扎着嘶吼着，你给我去死，去死。不对，我爸一定回来救我的，一定会。我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我看着他又说了一句，你爸在外面还有个5岁的儿子，早就巴不得你死。现在人家一家三口合家幸福，而你只能被我用火烤着。他不住摇头，你在胡说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掐着时间让他烘烤着，不断重复着他爸说的那句，杀了李牧吧，他不是我女儿。故意没有绑紧绳子，我躲着工厂后看着他割断绳子坠入火焰，不顾疼痛疯狂往外逃，手里还拿着刀。我故意的，姐姐，一切就要结束了，你可以醒来了吗？李牧离开后，我立刻打电话给警察，叔叔，有人想杀李首富，你们赶快去别墅看看。我看着李牧的背影冷笑。09我挂断电话，处理工厂的一切。我来到了医院，爸爸立刻拉住我的手，紧张问着，楠楠，你没事吧？妈妈也跑过来问我，楠楠，你不要做傻事啊。这时警察走了过来，要带我走接受调查。妈妈脚一轻，警察，楠楠不会犯罪的。我给妈妈一个安慰的微笑，我没事，配合警方调查而已。我来到了警察局。
接受着警方的调查。警察给我看了个视频，那是李牧离开工厂后拿着刀直冲别墅跑的视频。他推开门后不犹豫地直接一刀捅死了李首富，甚至还杀了他旁边的情妇。我无辜看着，首富没事吧？那个女人没事，首富被连捅数刀，我们到时已经死了。楠楠，是你报的警，结合你姐姐的事情，我们想问下是什么情况。别紧张，我们就是问问。你们是？我们是专门针对青少年犯罪的机构警方。我从网上了解到我姐被校园霸凌的事情后，我很愤怒，我就去找了李牧，结果看到他浑身是血的冲进他家里，还带着刀。我很害怕，所以我就报警了。警察叔叔，求你一定要把李牧关进牢里，还我姐姐公道。警察很快放我离开。离开前，我看着校长和大肚男主任被抓了进去，看来我给警方发的资料还是有用的。我冷漠一笑，所有有罪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。几天后，我代表姐姐上了法庭，李牧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校长大肚腩被撤职，也进去踩了缝纫机。那些校园霸凌过姐姐的人纷纷来到姐姐面前，对着姐姐鞠躬道歉。陈雅，虽然知道对不起没有用，但是我还是真诚地想向你表示道歉。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他们也进了哨所，所有人离开后，我握住姐姐的手，打开一个视频给姐姐看。姐姐，他们都受到惩罚了，你看李牧已经疯了。我把李牧在精神病院发疯的样子放给姐姐看，他嘴里不断喊着救我。我错了，我冷嘲，这辈子他都不可能清醒了。姐姐，你能醒来吗？突然我看姐姐的手动了，她缓缓睁开眼睛。楠楠，